刚应该我给他找钱，我发现我刚刚1000块。现在还要会找吧？好，对。那个是800是吧？800。他原本1000块，他补助200。哪有超杀 seven 啊？他是刚在车站那边吃。这方向哦，在那边。下次可以带人来这边玩。可以啊，只是说前面那段路。前面那段路。对啊。就是要坐车到那个、啊，到那个叫什么地方啊？关西比较远一点。哦，先到关西。对。然后再转车来这里。这里啊。在那边。哎。来，奶粉你要留两。